大家好，我是林德燕，欢迎收看《时间密码》。今天是礼拜三，台北股市跌350点，四天假期，大家过得很开心啊，因为所有的风景区全部都挤满了人。这是从五月以来啊，大家闷坏了，所以好不容易疫情控制下来，又有四天的长假啊，大家报复性的旅游全部都出去了。玩得开心，可是股市一开盘之后反而让大家伤心，但不到难过的地步啦，忍过去就好了。只能刚拿令给的货啊。这几天我们假期期间全球股市下跌啊，跌得还蛮多的，所以很多坊间的报道都把全球股市的下跌跟什么，跟大陆的恒大地产、恒大国际做连结，都说因为恒大的风暴造成全球股市的下跌。我个人不这样想了，我个人不这样看。为什么不这样看？其实恒大的问题已经讲了两个多礼拜了，那如果影响真的那么大，该跌早就跌了，不会等到中秋节我们放假才跌。我个人看法，造成这几天下跌的原因在哪里？大陆在礼拜一宣布要针对香港的地产问题进行整肃。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礼拜一香港股市跌超过1000点，收盘跌了800多点。就是因为这个消息造成礼拜一欧洲股市大跌，美国股市大跌。欸，可是大跌只有一天而已。啊，只有一天而已。你看昨天礼拜二道琼开高343点，收盘小跌50点。纳达克涨 0.2%， 费城半导体也涨 0.2%， 德国昨天就已经涨216点，香港啊，英国涨 1.1%， 法国涨 1.5%， 所以可见得就算是恒大的影响，其实都只有一天行情而已啊，都只有一天行情而已。那为什么欧洲昨天礼拜二已经大涨了，美国反而还开高走低呢？因为美国真正关键在等连续两天的利率会议，昨天跟今天，所以在今天晚上12点利率会议开完之后，方向就会表态。那在等利率会议的结果，美国股市当然是不会马上涨嘛，对不对？那现在利率会议大家关注的是两个问题，相同的问题不变，哪两个问题？第一个，美国利率什么时候会升？是一样是在明年底才升呢，还是会提前升息？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美国 QE 的减码从什么时候开始？好，所以这两个问题如果能够得到明确的答案，那么今天晚上美国才是真正的关键。那目前市场上面大家比较预期的是美国利率还是会等到明年底才会升。那第二个， QE 减码时间表预估这次不会讲，可能会等到11月的利率会议啊，才会正式宣布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减码动作。所以关键在今天晚上美国联准会利率会议开完的结果。那我昨天是特别把我们放四天假的期间全球主要国家股市对于这一次震荡的幅度大概有多少，我做了一下统计哦，我们看一下。在我们放四天假期间，日本是跌了 2.1%， 香港跌了 2.8%、欸、你看新加坡跟印度几乎是没有影响的。那道琼跌 2.4%， 纳达克跌 2.9%， 费城半导体跌 3.7%， 德国跌 2%， 英国跌 0.8%， 法国跌 1.1%。 所以可见得这段时间大概多的跌 2% 多，那有的是不受影响哦。你看印度、新加坡，东南亚股市几乎是没有影响的。你看印度，印度有被影响到吗？没有嘛，对不对？马尼拉有没有被影响？也没有。泰国也没有被影响。所以恒大问题其实影响是不大的啊，甚至于如果真的有影响的话，早就该反应了，不会拖到现在。所以个人认为是大陆要整肃香港房地产，那个消息出来，香港的大跌才拖累全球股市。可是影响一天而已啊，刚才刚讲，昨天台北股市补跌，一开盘就跌421点，
最多跌438点，收盘跌350点。今天你再去杀低吼，今天你也会太低吼，上班啦，你会后悔，你会后悔。你看大陆也是放四天假，大陆四天假放完之后，今天上证涨0.41%，深圳跌0.2%，所以恒大真的有影响吗？如果恒大真的有影响，那影响最直接应该是中国大陆股市啊。只为中国大陆股市今天反而是四天假过后完全不影响的，所以很多坊间的报道，很多媒体的报道都说恒大的问题拖累全世界，恒大的风暴。我个人不这样认为，个人不这样认为。本来涨多修正就是正常的。那我今天为什么特别讲，我台给你的后悔，今天你去杀低你会后悔。我上礼拜特别跟大家谈到，有没有？大行情要来了。上礼拜特别跟大家谈到大行情要来了，就中秋节过完之后马上跌350点，跌不也是一种机会？我今天特别跟大家谈这个。最近这两个多月以来，台北股市的转折的周期，10天、7天、12天、12天，我们来看最新的。对，这波上来12天，跌12天，涨12天。那么算1、2、3、4、5、6、7、8、9、10、11，今天第11天，所以关键转折是在明天，明天是第12天的关键转折，明天是第12天的关键转折，所以两天而已，拎就给了嘛，对不对？今天晚上如果美国利率会议开完之后，美国股市方向开始表态了，那明天台北股市搞不好没低点哦。那今天很多股票一开就是最低。大盘开盘就会落418点，那你今天开盘再去杀，是不是就错了？很多股票都是开高开低走高的。今天外资卖了350亿，自营商也卖了93亿，反正投信是买的。那外资卖这么多，可能我你会吓到，对不对？进熊的啦。外资每次如果破重要的关卡，他一定会执行他应有的停损策略，所以上市这一根，这个外资卖500亿，那这里也都是卖的，直到站回半年线，外资开始连续大买1400亿，所以外资永远都是杀低追高。那今天外资为什么会卖那么多？因为今天又破半年线，又破半年线，所以外资执行停损，卖了300多亿进熊的嘛。那这里你要特别注意到的是。半年线每当跌破，赶快拉回头，出现定海神针，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五月份，那八月份又是一次破半年线，出现定海神针，然后再拉回头，又急涨一波。那今天又破半年线了，所以除了明天的关键转折，今天晚上美国股市联准会利率会议以外，那么接下来三天内底。一定要出现一根长红棒，让加权指数重新再站回半年线，那么市场的压力才会真的卸掉。那只要再站上半年线，我跟你讲，外资一定又开始买进，外资一定又开始买进。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讲，在大跌中，我特别提醒你，不要去抬高啊哦，去抬高你的后悔，关键就在明天关键就在明天。所以跌不是坏事，跌不是让你捡便宜或者好机会吗？对不对？所以现在有很多股票价格都很低，这也是囤积底部绩优股的好机会啊！这是囤积底部绩优股的好机会。你看目前欧洲股市，昨天欧洲股市大涨，现在欧洲股市开盘之后，欧洲股市已经率先开始涨了。美国的盘前，道琼已经涨200点了，道琼已经涨200点了，所以。对于今天晚上美国联准会的利率会议，预期应该是乐观的，但还是要等会议开完之后，实际的结果怎么样才会知道。所以晚上美国的变化要特别注意，但没关系呢，已经蛮晚了，利率会议开完之后已经到半夜12点。我要跟林德燕节目里面会帮你全程锁定整个会议的内容跟股市的方向。今天成交量3900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资金的分布。今天电子股52%，
啊，今天航运股剩下 10%， 剩下 10%， 上个礼拜五啊，顶礼拜五航运股的、啊、我们先来看钢铁股，今天最惨，航运股虽然失血，今天最惨是钢铁股，钢铁股今天跌幅高达 4.5%， 所有类股里面拔熊骗的啊，就是钢铁股。你看钢铁股上礼拜一的时候，钢铁股有到 9.4%、啊、是上礼拜一钢铁股强的时候、哦、很多人都在抢钢铁股。林田一直提醒你小心哦，不要去乱追高哦。另外公完料上礼拜二钢铁股就大跌，上礼拜三钢铁股又继续跌，礼拜四钢铁股还是跌，连拔三钢，今天钢铁股最惨，今天钢铁股最惨 9%8%7%， 尤其不锈钢的部分，运昌、新钢、张元，你看中红都跌到 7.6%， 对，大甲、建仓、不锈钢间跌幅都在 7% 以上。那为什么跌那么惨？我上礼拜给大家看过了嘛，对不对？铁矿砂，美国的铁矿砂、大连的铁矿砂都在崩跌。我顶礼拜是给您看的图表，上礼拜给大家看的图表，美国的铁矿砂从五月以来跌幅已经超过 55% 了，大陆的铁矿砂五月以来跌幅已经超过 53%， 不但破今年的低点，也破到去年十月的低点，那铁矿砂腰斩了，钢铁股你就要小心了嘛，是不是？谁会拿这种东西给你看的？只有林德燕而已啊，刚挂你啊，所以是提醒你钢铁股你要小心，钢铁股你要小心，我希望你有避开啦、啊、不要每次钢铁股一涨，然后一堆人就拿美国要做基础建设来告诉你，就一两天行情又跌。航股今天 10.9%， 上礼拜五航股 15.3%， 啊给你们减三分之一去啊，量也缩小。你看上礼拜五航股长荣、阳明、万海，我都跟大家讲过量都没搞的，那今天是不是下来了？今天量都丢去啊，今天长荣跌三块钱，成交量从八万张，顶礼拜五十万张。阳明间跌三块半，成交量六万八千张，减一半去。那万海，啊万海四万张，顶礼拜五六万张，上礼拜五涨的，给你转播透透出来，啊给你转播透透出来。所以跟大家讲过，不要急，航股我也在等，时间还没到，你不要急，时间也不会搞你卖紧，等到时间到，你想操作的，我再带你买，好，否则你急得太早买，买进又掉下来，买进又掉下来，你跑不会掉嘛？到最后你信心都匮乏了，后边金价开始起，你又赚不到啊嘛？韩股这一次，林台燕最早6月30号就林台跟向奎起完呐、啊，你看讲完之后，长荣跌了50%，阳明跌了53%，那跌完之后再打底。所以卖给高点，我叫你避开了。现在关键的转折，你等我的讯号啊！关键转折，你等我的讯号。今天比较稳的，今天几乎都跌啦，跌到400几点去，几乎全面都跌。今天最稳反而是什么？反而是金融股。金融股当然也是跌啊，可是相对是比较稳的，比较抗跌的。啊，但金融股今天跌，跌也正常啊，对不对？长荣哦。富邦金，富邦金今天跌了1.7%，无所谓啦。咱42块的开始买啊，42、43、44的开始买啊。咱42块开始一路一直买去，出完息填息，出完全又填，对吧？今年一个赚到15块，便宜比5倍呢。你看这一波，我们从42买进，参加除权息，成本降到35块钱，用。都已经赚了 1.3倍了，没差落去就一块两块的啦。啊，当然起高，我也不建议你去追高，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富邦金我跟大家讲过，富邦金每年高点的平均本益比都落在10到12倍。那今年每股获利如果15块钱的话，本益比如果10倍会到多少？还是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呐、啊。啊，所以你如果有跟着买的，啊，都来抱的好啊，啊无。你有卖去堆管，我不喜欢追高，找底部的股票再来买啊，你才会赚大钱。今天金融股里面
跌比较多的，那就是论泰拳喽。上礼拜五论泰拳还大涨，那今天论泰拳反而跌停。所以盘中有蛮多人问我，欸，林老师，论泰拳跌停呢，是不是跟大陆的恒大有关系？没关系啦，很多事情哦，疑心生暗鬼啦。当你没有信心的时候，那行情任何的涨跌，你都会怀疑东怀疑西，没问题啦。问题在于去太高了啦，涨多指标高了，修正难免。你看论泰拳，我从六几块钱开始就跟大家讲，最近狂飙，127、136、143，甚至于礼拜五已经涨到147了。那从六几块钱上来到147，涨了一倍多了嘛，对不对？尤其现在指标那么高，短线震荡修正难免。所以说你要买底部，你像我们六几块钱买的，涨到140几，赚了一倍多，稍微跌个一个停板，我那没差，对，拢赚一倍多啊。那你如果追高的，一回打下来套住，你就不舒服了嘛，对不对？所以涨高不要追，再去找底部的股票来买就对。今天联电、台积电这一波也都跌蛮多的，你看台积电这一波回的其实也蛮多的，联电这一波也都回的蛮深的，那日月光啊也都回了一波。可是今天这个盘是强势，可能你会怀疑，都跌了350点，哪里强？那全球股市都这几天都跌啊，对不对？台北股市补跌了一天，哇劲啊！我说今天强势的原因在哪里？你看今天台积电跌了14块，跌了2.3%，对不对？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在我们放假期间，台积电的 ADR 是跌了4.88%，那我们实际交易才跌了2.3%而已嘛，跌不只有美国 ADR 的一半而已嘛，那这样是不是强？你看联电，我们放假期间联电是跌了5.48%，那今天联电跌多少？才跌1.5%而已啊！美国那边的联电跌了5.48%，日月光放假这两三天时间 ，ADR 跌了5.8%，日月光才跌了1.6%而已，安尼有强无？强啊！跌幅都是美国市场 ADR 的一半啊，甚至于1/3而已嘛。所以这个行情真强，你不要去欧北台，很多赚大钱的个股你去杀低，那到时候买不回来就可惜了。明天是关键的时刻，你要注意。联发科在礼拜五的时候来到952元，差一点点就过关。礼拜五外资买联发科买了1867张，你知道九月份外资买联发科买了20000张，那20000张什么意思？九月份的均价925元，20000张，欸，外资九月份买联发科买了184亿呀，啊，买了184亿呀。九月份外资买联发科是今年以来买最多的一个月。但今天联发科也跌啊，大盘落到400点去，联发科不买进熊嘛，对不对？今天最多跌了40块钱，收盘跌了29块钱。联发科你要注意，半年线也卡去啊，半年线也卡去，将会点火啊，将会点火，主升坡的行情开始发动。联咏今天也是开低走高，开盘跌17.5元，收盘跌6.5元，哎，剩1/3而已啊。所以低档买盘其实都蛮强劲的，我跟大家讲过，连续8个月营收创历史新高，尤其又是破半年线来到年线，有没有？破半年线来到年线，连刷8个月营收创历史新高，上市柜唯一一家，全球 IC 设计公司里面，联咏是排第6名，国内只有3家：联发科、联咏跟瑞昱。那所有全球 IC 设计前10名里面，本益比最低的就是联咏啊，就是联咏。所以联咏，我算过给大家听，每年高点的本益比都有15倍到19倍。哎，现在连10倍都没有，大概只有6-7倍而已。所以到时候大盘如果反转的话，那么联咏你要特别注意。今天低档买盘也是很强的，赶快锁定赚大钱的公司，股价在底部的。接下来大盘反转之后，30%、50%啊，弄得出来。你可以跟上我脚步，广众福电话，金段广告，秀珍马上回来。
信林老师25年操盘经验，精准掌握国际股市，深入台股产业研究，操作重视基本面，精选高成长公司，配合独创操盘法的量价时间、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掌握底部起涨与高档转折卖出的稳健获利模式，跟着老师的脚步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立即来电02-239-239-88，02-239-239-88，华信投顾。华信投顾，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诚信、专业、负责，引领您投资市场，反败为胜，蓄积财富。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华信投顾02-239-239-88，02-239-239-88。欢迎到现场。今天跌了350点，关键的转折就在明天啊！关键的转折就在明天。今天晚上美国联准会利率会议去完了，美国的表态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哦。这里很多股票赚大钱的都在底部的，卖去欧北台哦，赶快逢低捡便宜货，后边赚大钱行情要来啊！你可以去找这种。大盘锁半年线，个股破半年线，回撤到年线，获利还创新高的，炒中股票后边拢是大起的行情，最明显就是国巨，有没有？600块叫你唔好买，那跌到450你就要开始买啦，对不对？不还在清吗？我450叫你买，涨到492，顶礼拜五嘛是起高科，那今天开低，今天开低是走高啊。今天开低是走高啊，所以今天你个台阶都唔丢去呀，就错了。我给大家看过，太阳诱电已经涨翻天了，国巨还没有涨。太阳诱电不止了啦，不是7560，已经顶礼拜已经涨到7680了，整体涨幅已经75%了。那国巨涨幅只有17%而已，严重落后。国巨现在在等站上年线。只要国巨站上年线，卡对年线去就冲，站上去就冲，站上去就冲。所以国巨接下来要注意，也是今年赚大钱，股价在底部的个股。所以要像我一样，专门找那种赚大钱、股价在底部、本益很低的，咱底部来买，后边拢会赚大钱，涨个30%、50%都小 case 啦，都小 case。你们会抬价哦，抬价都唔丢去啊。你看比特币概念股，华硕。礼拜四也涨，大盘跌它涨，今天呢大盘大跌，开低5.5块，收盘涨2.5块，那你有强不？今天能够这样涨的代表股价都太便宜了。我上礼拜特别给大家看过，我预估9月营收会破500亿，今年每股获利应该会落在55到60的 EPS， 本比较我不会你啊，是不是又是破半年线回到年线？要冲出去啊、哦！华硕。它的高点倍比都落在12倍到14倍，那今年如果15块钱，今年如果55块钱的话，12倍会有多少啊？这里不会挖追，今晚跌 double， 这种股票很多，技嘉也是，今年赚大钱，上半年就是9.5块了，倍比刚细不会呢？你看今天技嘉是不是也是开低翻红？对，它供完料是不是开始背起来啊？很多这样标的都跌不下去的。赶快跟我一起囤积底部绩优股，跟我一起囤积底部绩优股，后边拢会赚大钱。最后祝您操作顺利。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